出道24年的神话人夫又多一位啦。农历Indy和小9岁的主播女友在12日举行结婚典礼。虽然典礼以非公开形式举行，网络上还是流传许多片段。其中最让粉丝开心的就是看到团员们久违的合体，并一起上台表演助兴，跳了经典歌曲之一《Perfect Man》。最宠弟弟的哥哥们也让Indy站中间。不过人数只有5人，没有见到主唱申慧欣的身影。先前就一直在休养的慧欣，连弟弟的婚礼都没现身，让粉丝很担心他的状况，还有媒体猜测是否闹不和。不过13日，申慧欣的经纪公司便出面说明申慧欣是有出席婚礼的，而神话上台跳舞的环节其实是临时起意，而并非事先讲好。慧欣则因为身体状态不佳才没有一起上台表演，绝对没有成员不和的问题，也让粉丝终于放心。果然超疼爱弟弟的他是不可能缺席的，不过还是希望能看到一张合照也好啊。